哎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不要抖！哎哎，手怎么回事？不听使唤！下面汉堡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？Hello， 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酷蛋卡蟹天狼。哎，小伙伴，我在这边很好奇啊，什么情况？连这个树，我的天哪，都开始穿这种衣服了，哇，真的好帅啊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兄弟们掉了！哎，小伙伴，这上面怎么有一包卡包？小伙伴，哇，这什么卡包？小伙伴，哎，掉了！哇，是一包 CP 卡，小伙伴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小伙伴！这包 CP 卡，哇，今天欧气真好啊！真哪里哪里哪里哪，大碗叫我来巡山呀！小伙伴今天运气还是不错的，在这个公园里面发现了，哇，这奥特曼卡包还发了一包 CP 卡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一口井啊？哇，这是下水道！哇，什么情况，小伙伴？哇，看到没有？这不是我放的呀，这不是我放的！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卡包？哇，这是哪个小伙伴放在这里的？太好了，小伙伴，今天又收获满满！哇，这么多的卡包，小伙伴们！哇，这下水道发现了好多好多卡包，卡包真的太激动了，快来，请颤抖的手啊！小伙伴们，小伙伴在这个下水道发现了大量的奥特曼卡包，小伙伴千万不要叫我手抖完了，今天我一定手不会抖。可能最近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手确实手抖，然后大家在考验我，我感觉跑到哪里就有奥特曼卡包。好了，小伙伴不管是谁犯的，不要牌不要，小伙伴看我今天的表现吧，千万不要在公屏上打手抖超人，还有打那个手抖玩，我不然会很生气，小拳拳捶你胸胸哦，你过来啊！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我昨天我的手后悔忏悔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我的手好多了，昨天吃了好多的鸡腿，然后补充了能量，欧气也是满满，兄弟们，你们看我这手上。已经好多了，感觉真的很灵活了哈，现在感觉是很好的，精神抖擞，希望今天能打出一个好的成绩吧。咱们开始了，他来了，评论区能打出这个字是卡蟹天王。くれてありがとな。ここを押してチャンネル登録するとい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ぜ。よろしくな。哎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小伙伴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能看得出来吗？哎呀，5块钱一包啊，小伙伴，5块钱一包啊，一碗那个什么，一碗面没有了，小伙伴，一碗热干面没有了，加油吧，小伙伴，我希望大家都能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是故意的，我现在手不怎么抖了，已经不怎么抖了，兄弟们，已经不怎么抖了，加油加油！第二包，哎呀，第二包怎么回事？哎，加油！就怪这个碗，这边有碗，这个碗就怪这个碗，小伙伴，真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加油！哎，成功了，手已经不抖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打不上来，真的太残酷了，小伙伴，加油！哎呀，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来这么多的卡包？小伙伴，我真的是不是故意的，千万不要说我是手抖完，手抖超人啊，不然我真的很难入。这么大的人还是手抖，说的人都，哎呀，哇，成功了，小伙伴们，看到没有？我真的好多了，比之前要好多了吧？哎呀，太危险了，太险了，太刺激了。这是五元包传奇，哎呀，不耐心颤抖的手，指着指着我的心跳280迈，直接上了高速，小伙伴们。哎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不要抖！哎，手怎么回事？不听使唤！刺激！哎呀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掉下去了，小伙伴们，太可怜了！哎呀，加油！哎呀，可以，继续努力！哎呀，小伙伴们，顺手了！哎呀，顺手了！哎呀，顺手了！哎呀，嘟！哎，顺手了！哎呀，可以哇！这么多的卡包！哎呀，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很好！哎呀，你看人家也看我来打了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很不错啊，不错！哎呀，终于成功了，小伙伴，我把这个打到的绝技已经练成了，小伙伴练得纯金如虎啊，小伙伴们！哎呀，不错，又上来了，哇，小伙伴羡慕羡慕，看我打到过不过瘾？刺激！哎呀，小伙伴，这一包算了吧，这一盒是零年，我就不要了，给小伙伴留给小伙伴，我现在这么多就够了，今天咱们回家了，小伙伴们！哇，小伙伴们，欧气满满！哇塞，小伙伴，今天是我捡卡最成功的一次了，都没接过这么多的卡包，你们想不想要？还有人说我是什么手抖王，还有昨天还有人说我是什么墨迹啊，墨迹王，什么墨迹王，什么手抖超人，什么手抖王，千万不要说，如果说的话，昨天我差点没有把手机给刷摔掉，真的很生气，非常生气，千万不允许，绝对不允许说我是什么墨迹王、手抖王、什么手抖超人，听到这样的评论，我真的尴尬，我真的心里面真的特别伤心，特别伤心，哇，看看这里面 CP 包有什么卡包吧。哎，这里怎么没有？在这里，哇塞，小伙伴，一张 SR 卡，捷德奥特曼，哇，帅不帅？哇，这张捷德 3D 卡，哇，这感觉这效果不错，哇，豪勇形态，小伙伴们，哇，这张帅，哇，高斯奥特曼的 CP 卡，哇，不错，小伙伴，真的不错。咱们来一波英雄啊，英雄对决，看能不能出一张 CR 卡、SR 卡、SSR 卡，再来一波经典吧。哎呀，再来一波经典。小伙伴们，千万不要说我什么墨迹丸、手抖丸，不然的话，我真的后果非常严重。我昨天差一点点就把手机给摔掉了，你们说能不生气吗？竟然说我是手抖丸，我一张 SSR 卡，再来一包豪华。哇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欧气真不错，捡了这么多的卡片，运气真好。好，小伙伴们，这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小伙伴们，感谢小伙伴对我的支持，加油加油！卡片电话是我的梦想，希望每天能捡到更多的卡片，希望大家不要再吸走我的欧气，拜拜。